我跟他说的，我说还有一套，还有一套要退。他说叫先把钱打给他，然后你后面要退的话，再把钱退给我们。嗯，有这样玩的吗？你觉得？啊？对。对呀、啊，还有这样玩的、啊。不是，我说没有这样玩的呀，我说你是不是？嗯，那就一边把它焊牢就行、是。